前我们要换一个锅布，给宝宝包起来，换个造型。他应该在做梦吧，做梦喝奶奶。现在这一部分是自然光拍摄了，先把宝宝包起来，戴上漂亮的头花。放到这个木盆里，看一下我下面的这个盆是怎么放的，放两个，放一块毛巾在下面，再放一个大的月牙枕，把这个羊毛毡盖上。宝宝枕在这个高的地方。